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带给大家明朝纪文的五营发声函训练师。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荆州城城内的中枢信标传送点，然后传送点出来之后，我们往前，然后往前之后，在这个位置你应该会进入一段剧情，然后剧情出来之后，然后你跟旁边的这个赤霞对话，然后选择准备好了。如果你没有自动进入剧情的，旁边应该有一个老爷爷的，然后你跟他对话一下，就是身后这个老爷爷。然后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按下 V， 然后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，在我们的小地图往上拉，我们这是要来到荒石高地伏波阵前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任务追踪。我们往前来到这一个小土路上，然后这是一个三岔路，我们往左拐，往左拐，然后前方这个任务追踪，那么左上，那么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清下怪。好，清完之后我们直接给它吸收一下，那么然后跟这个老头啊，这个老爷爷，我们再对话一下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再按下 V， 然后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，这是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沿着这个小土路，我们再往前走，然后这里我们清下怪，去行，清完怪之后，我们再点击一下任务追踪，然后我们再回来跟那个老爷爷对一下话，然后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教程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。再一件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，我们再跟他对下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再按下 V 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小地图往下拉，来到我们荆州城城内的中枢信标传送点。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它是在我们的右前方，我能够看到这个任务指引在我们右前方，那我们稍微往右拐一下，翻进来，好，让我们跟他对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那我们再往前拜访一下，让我们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我们装配一下，在我们的探索门块里，然后你看一下根据它的任务指引啊，这个就根据任务指引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装备在哪来着是，你把这个选项我们点击装配一下，换上一个任意一个位置，然后你装配一下，然后你调出来，把这个选项调出来是很电脑端连太不见，手机一端的话你们自己弹幕可以说一下，让我们用一下，好，让我们跟他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让我们再跟旁边的老爷爷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好，然后一就完成了，然后接着我们按下 V 点击接通，这就是二，然后左上角直接跳过，然后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往上拉，来到是一个模拟训练场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朝这个方向往前，就在旁边，让我们点击对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这个对话，等一下这个对话结束，好，对话结束之后，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，我可以跟这个教官对话，那我们左上角跳过，然后我们单人挑战，好，我们直接开启挑战，好，我们挑战完成之后，我们退出来领取奖励，然后出来之后跟这个教官对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我们再跟这一个老爷爷对话，叫景竹，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强化升海到15，你就强化一个升海到15级，然后我这是因为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
然后我们再跳过，然后看一下按下 V 任务追踪，然后我们来到看一下我们中枢信标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然后我们偏右一点，然后找到这一个任务指引，然后我们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前方找到这一个 NPC， 然后我们跟他进入剧情，进入剧情之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再跟前方的 NPC 对话，然后左上角跳过，然后我们跟这个老爷爷对话，然后我们再一次跳过，好，二完成，然后他接着又来了一个三，我们按下 V 接一下我们的电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跳过，好，然后看一下，我们点击一下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，这是在我们的，我们直接跑回去，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，我们就朝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跑哦。我一直往前，我来到前方的大剧院，然后在这里任务指引，我们对一下话，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，跳过之后我们点击一下任务追踪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小地图往上拉，来到中曲台地的中枢信标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，这个任务指引在我们的左前方，我们找一下，好，我们来到这里了，然后有一段对话，这里出现了一段对话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们等这个对话完事，好，进入剧情，接着我们清下怪，好，清完怪之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就在旁边这个老爷爷在这里，然后进入剧情，然后左上角跳过，然后看一下他让我们培养啊，我们按一下背包，找到我们一个你的生孩，然后你培养一下，培养那个最便宜的，你找一个你的最便宜的，然后培养一下，给他调谐一下，不然的话会很亏。哎，我先给你们弄一下，正常你找那种紫，就是最绿色的那种没有用的，然后调谐一下，好，调谐完之后它有一段剧情，然后等着剧情完事，那我们再打开小地图，我们往下拉，来到荆州城城内的中枢信标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往前，然后我们往右前方走，然后我们往右前方走，然后这里我们依然是翻一下这个墙，然后在前方，然后在这里，那么左上角点击跳过，让我们站一下位，然后看一下在他的右侧，在我们的右侧这里有一个 NPC， 让我们跟他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在他的左侧也有一个 NPC， 我们也跟他对话一下，然后跳过，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这个剧情，好，让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点击任务追踪，然后打开小地图，我们来到我们现在左侧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，我们沿着这个桥往城外走，然后我们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能够看到这个任务指引，让我们爬上来，爬上来继续往前，然后来到这里进入剧情，然后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然后我们按一下啊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前，我们就直接继续往前，
我们直接跟这个任务剧中走，然后来到这个小土道，然后一直往前走。好，前方剧情，那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，跳过之后我们清下怪，加好枪怪之后，然后我们出来，出来之后我们回头跟这个 NPC 我们对话，那我们交谈，左上角，我左上角点击跳过，好，然后我们回头就在我们身后这有一个夜息箱，我们捡起来，然后交给这个 NPC， 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。我们再点击一下任务追踪，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然后我们往右拉，来到我们依然是来到荆州城的中枢信标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我们偏右一点，然后朝这个方向往前。然后这个墙我们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继续往前，找到我们的 NPC。然后我们跟他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，左上角点击跳过，好，然后这个系列完成。